怕你不好意思了。来，今天回去会读利未记23章到27章，就把利未记读完了。所以他们也快要离开西乃山了啊。来，这是利未记，这还是一样要复习。这个是什么？摩西五经。这个是什么？历史书。这个呢？诗歌智慧。这一堆呢？大小先知啊。那这些都是在补充、补充、补充啊。那现在我们这 DVD 是跳到上面，因为他没有走路，他在西乃山前会给他跳上去，等民数记以后开始左右放下来啊，这是 DVD。 好，这个就是出埃及，他从这边一直走到出埃及第19章的时候就到西乃山了，所以就一直停在那边，从出埃及20章到40章加 DVD 整个27章通通在西乃山。那到民数记第10章以后就会离开了，就会离开这个地方哈。好，利未记里面有一句话，来，请大家一起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整个利未记呢，通通在讲什么？讲圣洁啊，讲圣洁，圣洁的侍奉，圣洁的生活，到27章都是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啊，要圣洁就是要分别，怎么样侍奉啊？怎么样生活？那侍奉里面就讲祭仪，他们有5个祭，啊，5个祭，然后其他有一些规条哈。那哪5个祭？造事序、燔祭、书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哈，大家都记起来了哈。好，那生活呢也是一样，要分别。怎么样分别啊？就这些一堆啊。第一个是清洁力，就是个人的啊，包括食物啦，这个生意啦，哈，啊，这个麻风的，那这个皮肤，你们有兴趣就请问张医师跟那个叶医师哈。那还有那个，这个是那个肉症哈。那其实它的麻风有包括皮肤、衣服、房屋的啊，那是讲那么几千年前的。跟现在是不太一样哈。好，来，第二个是他有定一个7月10号是赎罪日，这个是全国一起赎罪，很那个很正式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今天会讲到。好，那一天所有的人要赎罪，大祭司、祭司、会众、圣手，通通的赎罪啊。好，接下去呢讲这些生活。上的圣洁，因为你不是讲圣洁吗？这些很多圣洁的东西，食物啦、婚姻啦、道德行为啊，然后有处罚，怎么处罚？祭司祭物通常圣洁，反正里面通常一直规定圣洁哈。然后呢，节期上的圣洁就是今天回去要开始读的，他会讲节期的圣洁，还有一个那个遵命的就降福气。逆命的就处罚，然后最后讲一个许愿跟11奉献。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节期，这个有3章啊，讲节期。他讲的节期呢，一个是7个节期啊，那一个是圣所的条例，一个是安息年跟喜年。我们现在看一个圣会，他们节期呢，犹太人的有7个，就是这7个啊，这7个节期。其实他们的节期分成2种啊，一个是纪念救赎的，一个是纪念创造的。那这个7个节期呢，是纪念救赎的啊，就是七个哈。1月份有3个，3月份有1个，7月份有3个，就是他们七个节期就是这个啊。第一个是月节，11月14号，那连续3天，14、15、16。1月份就是这3个，哦，月节、无酵节、那个出熟节。那无酵节开始算去七个礼拜，7、7、49，第50天呢就是五旬节，所以就是在3月，啊，那后面7月是7月1号、10号、15号，这是7月的节期，所以一共有这几个七个节期哈，来大家一起念好了。第一个是什么？月节、无酵节、出熟节、五旬节、
水小节，主对日，祝福节。那这个无孝节啊，第一天跟第七天要盛会，哦，那这个祝福节呢，第一天跟第八天有盛会，啊，其他都是只有那一天哈，哦。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一月份是十四、十五、十六连续下去的三天，哦，然后五旬节是三月六号，那这七月是一号、十号、十五号。好，这是纪念救赎的七个节日哈。那这个五旬节呢，是无孝节的隔天开始算起七个礼拜，所以这七七四十九，那加一天就叫做五旬节哈。所以这一天呢，又叫做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又叫做收割节啊。所以这一天有三个名字是一样的哈。好，那它的节气是这样子哈，这是阳历，我们的阳历啊，三月四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犹太人呢，他们的一月是在这里，哦，好，那他们呢，我们刚刚讲了，不是一月十四吗？就是这里，一月节，所以一月是对上期呢，就是我们的三四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哦，然后呢，隔天就是除孝节，在隔天呢，出丑节，好，就三个在这地方，哦，然后呢，他这个经过五十天，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五十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五旬节就在这里，哦，好，那他们呢？七月在这边，七月一号水饺节，七月十号赎罪日，七月十五号祝棚节，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好，那他们圣经后来告诉他们哦，你们一切的男丁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那哪三次呢？就是这三次：逾越节、五旬节、祝福节，这三大节期要去。然后呢，那个诗篇呢，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五篇，就是他们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往上走的时候唱的诗啊，每年三次去的时候要唱的诗，就是这个。好，好，那这个赎罪日就是我上次也讲过了啊，就是什么时候？七月十号，七月十号，这一天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只有这一天可以进去，什么？至圣所，只有其他人通通不会去，那他可以去，一年只有一次，就是这一天，啊，他为这边整个那个犹太人赎罪哈，对不对？这就是赎罪日，七月十号。那还有一个祝棚节啊，祝棚节呢，叫他们要把在他们的家里的搭出去，搭那个寮啊，搭出去外面啊，住在这边。你看这个，这是凸出来的，这个也是凸出来的，哦，就在凸出去，所以要在这里面过祝棚节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节期，就是七个节期啊。好，那二十四章讲圣所里面的燃油要补充好，陈设饼要怎么做啊？后面呢讲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有一个两个人吵架，吵架以后他可能撤三资金的样子啊，亵渎神啊，就有人去报告，所以怎么处罚呢？丢石头打死，这很严重哦，亵渎神很严重哦，所以他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例子啊，他们什么吵架又就怎样把它打死掉了哈，就在放在这个上哈。好，那二十五章讲到安息年跟禧年，这就是纪念创造的啊。那纪念创造的日子呢，三个，第一个是每星期的啊，上帝不是创造六天吗？第七天休息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的安息日。那他又规定每七年有一个什么安息年，然后呢每五十年有一个什么呀？禧年啊。所以上次我们两千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禧年啊，因为它刚好五十的倍数嘛哈。好，那这个安息年跟禧年到底是怎样子呢？第一个，安息年就是每七年你的土地啊，耕种六年，对不对？第七年要让它休息，第七年你不要去
收割啊，不要去种啊。你如果万一长东西呢，就让那些别人去拿，哦，别穷人啊什么去采，你都不要管他啊。这个土地要休耕，那如果出产的话呢，你让别人去吃没关系哈。那因为上帝呢会在第六年让你三倍收成，你放心哈。好，那喜年呢是50年一次。那50年，譬如说有一个人，我那个没有钱啊，去卖给人家当仆人啊。但是喜年这一年呢，就放回去让你自由了啊。所以一切的居民都宣告自由，被卖为奴的呢，通通要给他念，同胞都要给他放回去啊。这是喜年啊。那被卖的呢，祖产也要归回，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分土地嘛。因为这个支派分在彰化，那你后来没有钱嘛，房子卖来卖去，卖给别人的外县市人买去了，但是五喜年的时候呢，通通在归回，就是你彰化的就是一只彰化，你的子孙后代这些都还在，好，50年又会归回来，就是喜年啊。好，那接下去呢，他就跟他们讲啊，你们如果遵守的话，我跟你讲一大堆的嘛，对不对？你们遵守的话，我一定给你降福气，那没有的话会给你灾害。好，就是这个啊。那你给他注意看，给他祝福呢只有10节啊。好，你们遵守的话，给你们时雨啦，给你们丰收啦，国泰民安啦。好，你们不遵守的话呢，你看傻气长在啦啊。为什么呢？他这样子，你们要遵守，你们不遵守的话，我会给你们生病啊、战争啊。你们如果还不遵守，就旱灾；如果还不遵守，再下去。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哦，你这次不要，给你这个，啊，给你这个，你还不怕啊？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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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共30多节啊，所以这个很严重啊。如果不遵守的话，哈，好。接下来最后一章，立位记最后一章，这个会讲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第一个先讲许愿，许愿到后面申命记又在提哦，你向耶和华许愿，常常不可拖延哦，因为耶和华必逃向你逃，啊你不还就有罪，啊你。如果不想这样，你就干脆不要许愿嘛，对不对？你不许愿没事啊，但是你许了愿很重要，一定要还，上帝也会跟你讨。你不要延迟啊。好，这是后面的申命记讲的哈，传道书再讲也是一样。你向神许愿，你常常不要拖延哦。你如果你呢，我领呢，我告了，你就怎么样？你不如不许嘛，你都买许了嘛，啊，好，来，现在这样子，他们当时要许愿的时候，我可以献人，也可以献东西，也可以献金心龙宝金。好，今天我突然想到了，哎，我要献我这个人，那要估价啊，对不对？价钱就是这样子，啊，那像我呢，现在只剩下15块。蔡依人还有50块啊，这样子。你如果我许愿，我今天想要奉献，后来隔不久又我不要了，那你来过，我这样存15块太小了啊，你是50块啊，但是呢还要再加1/5，你老反悔啊，你反悔的不想献的话，你就要再加5/5，譬如说你就要变成60块了啊，这样子，它是有那个价钱的。好比说我今天想要献我的房子出来，我不想献的啊，那要估回来再加1/5啊，这个房子多少钱呢？祭司哦，他们会给他算。好比土地也是一样，反正都有价钱可以算的啦，啊，还回的话加1/5，就这么简单哈。所以呢，你要许愿，你来三思而后行啊。阿拉伯人呢，你就会要不管是多加钱，或者还有更严重的了哈。好，那到这边又突然差2节啊，这个要在讲这个许愿的，都差这两
冷国这两地写但是什么呢？哎，这个但一切的一切什么来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地的业，都不可卖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食。这是28节。来29节，凡从人中当面的都不可赎，必被吃。好，这突然出现这两节，那这两节你有看到两个字，我给它弄出来啊。一个就是涌现的，一个是什么当面的。这两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将人或东西当作不可撤回的归给耶和华。好，这个人，我有一个很多仆人嘛，我把这个仆人，然后那个说这个我要献出去，是涌现的哦，是涌现，涌现就是什么不可撤回的，这个人或者是东西给了不可撤，永远不可撤啊，这而且呢是怎样无条件，你没有跟没有人可以跟祭司讲，我说我拿出去就是有限的啊，或者是当面的，这个就不可撤回。好，这个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天传道讲的扫罗怎么样把要上帝叫他灭掉，对不对？把他留一些东西，上帝怎么跟他讲呢？这些东西都是当面的，你们看圣经就知道是当面的，所以当面的就是说是要给耶和华的，不可以拿。后来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不是到耶利哥吗？绕一边耶利哥城吗？绕几圈？几圈？一天一圈，最后一天呢？七天，所以6+7等于13。我们算数怎么就不好呢？13圈，他第一天、第二天到6圈嘛，最后7圈嘛，不是13圈吗？好，耶利哥很容易就打下来了。好，旁边有一个埃城，对不对？他们就派人去看啊，埃城啊，这个小镇，啊，你们派2-3人去好了。结果他们派2-3人去，怎么样？打了大败。后来一检讨，原来有人拿了当面之物亚干，对不对？昨天抓了亚干嘛，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出现这个以后呢，来，这个东西只能归给神了，不能够拿回来，这很严重的事情。后来你们会看到圣经写什么呢？有的地方会写尽都毁灭，灭绝尽，毁灭当面。涌现的这几个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亚干那件事情，他就是上帝跟他说，你要把它灭绝尽。灭绝尽就是什么呢？好，你打进去这个城市以后要怎么样？全部都烧掉，全烧，人牲畜房子全部都烧掉，献给神。你们要有这个观念啊，这个后面会出现啊。来，生命记这边要讲的啊，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连小孩怎么样，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啊。尽都毁灭就是什么？不可撤回的，通通给上帝啊！吹把这些东西啊，那不容易的。那那像金属什么也是一样，通通给它烧掉哈，这样子。然后呢，这些你把它毁灭之后，其实对征服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不对？你本来去可以把那些羊什么回来啊，收回来，但是没有，全部，哈，交给神，这就是涌现的，当灭的，灭绝尽多毁灭。你要看后面旧约，你会看到好几次这种事。啊，这是他们很严肃的一个东西哈，灭绝尽。
当灭之物，哦，这几个一直出来，哦，好，那接下去这两节讲完以后，才去讲十一奉献，哈，好，那十一奉献呢，在旧约提到有三种十一奉献，一个就是每年你的出产，你要拿十分之一出来，那另外有一个节庆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十分之一，这没有硬性规定啊，哦。那每三年有人会再拿十分之一给穷人，好，哦，这是旧约提到的。那十分之一哈，那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向神许愿，他要献十分之一，哈，哦。好，那我们看马拉基三章十节，大家一起念：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数的。这里面有几个字，有没有看到？十分之一是什么？是丹纳。那上帝不是叫你们不要试探他吗？他这在这里讲什么？你个你别起啊！上帝讲的啊，你个你别起看卖啊，看你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以后呢，我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把你得到你装不下去？这一节大家看得懂吧？看得懂？看不懂？所以啊，这个长老会哈，哦，这个爱讲个给水，知道吗？他们也说，哎，生意有些十分之一啊，但是呢，又恭敬不多半，哦，在教会都不敢讲，甚至有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说，哎，请大家十分之一奉献哦，会友就跟他说，你又不要讲奉献好不好？就这样子啊，来。我们的周报奉献这个地方有没有有一个月定奉献，这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十分之一啊，就是十分之一啊。那我今天要讲这个十分之一，我有没有跟牧师跟传道讲？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十分之一，就今天十分之一啊，嗯。那像林洋堂啊，像很多教派，他们会有多少十分之一？多少十分之一，哦，他们从圣经读出来，这是什么？当纳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哈，哦。好，它下面还有几，上面还有几，来，三到八点，来，三点是，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哪里有，我在什么地方有，就是你们的当纳的十分之一。看所以他们就说，哎，我没有夺取啊，所以说你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你没有做到啊，哦，这是在马拉基书，就是我们的旧约的最后一本啊，哦，就读到这个，嗯，啊，我是觉得我们长老会都不敢讲啊，不敢讲十分之一奉献啊，好，来，今天我们讲的节期啊，纪念救赎的有哪几个？七个，对不对？第一个什么？一月十四，一月节；一月十五，无效节；一月十六，出手节。好，三月六号呢？五旬节。好，七月一号，分享节；七月十号，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出手节。好，就这个哈，这是纪念救赎的哈。那纪念创造的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开始的主日，哦，那每七年呢？安息年。那每五十年呢？七年。好，哦，这就是这三个。好，那最后我们讲到这个尊崇的有降福啊，哦，那许愿力跟十一奉献。所以今天回去以后，这个礼拜会把第一位去读完，哦，下期就进到民数记。好。来背进去。